Yeah, a narrow bridge.比 narrow bridge 其实还要累。你到了 narrow bridge， 然后再出去，然后再开大概六个 mile。这个要冷不冷？还不冷的，你放心，我其实感觉好像这啥没什么，我觉得蛮舒服的。那也那么晚了，一去你啥也不知道。我要是买沙发床。